今朝喺三藩市捷运，由于路轨有问题，出现严重嘅延误。He's late probably an hour right now。喺湾区嘅天人茗茶有冇受到农药超标疑云嘅影响呢？特就休斯顿，台湾侨领妻子赖素蓉喺屋企后院被杀案，警方拉咗疑犯。中国四川成都一个男司机暴打女司机，有关片段引起中国网民嘅热议。详细嘅新闻内容，我哋稍后为大家报道。今晚嘅粤语新闻。